我在时光的流年里静待春暖花开。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男友瞒着我贷款买了房，婚后却把他工资全部还贷，让我负责家庭开销，还要供养他妹。婆婆阴阳我是赔钱货，就该伺候他一家。我冷笑，隔天一招，让他全家人财两空。 跟宋路成恋爱的第七年，我们决定结婚。从校服到婚纱，我自以为我们还能一起拍一照的。如果今天我没有心血来潮，想给家里来个大扫除，却翻出来一直写着宋路成名字的购房合同的话，明明我们说好等领了证再一起购买的，可现在他却已经背着我。 首付都付完了，连银行的贷款都下来了。宋路成下班回来，见我对着那纸合同发呆，只慌张了一瞬，继而很大方地说：“月月，原本想结婚后跟你说的，这是我爸妈一定要送我们的新婚礼物，惊喜吧？确实挺惊喜的。宋路成一个月一万的工资，房贷就有九千。” 算盘珠子直接崩我脸上了，我也是不死心，问他：既然是你爸妈，一定要送我们的新婚贺礼，这房贷也是你爸妈出吧？毕竟贷款只有十年，他父母为他在奋斗十年，还是有精力的。宋路成脸色一僵：我爸妈为了我们房子的首付，已经花光所有积蓄。 还向亲戚借了十几万呢。好的，死心了。其实这也不是宋路成父母第一次在我面前打算盘了。我跟宋路成同为云城人，同在本地上的大学，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也一起留在了云城。所以，我俩从大二开始恋爱，双方家长都是知道的。大学毕业时。 我带着宋路成见过我父母，宋路成也带着我见过他爸妈。那时宋妈还是很好的，一句句漂亮话，说的那叫一个好听。我家路成能找到你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是他上辈子修来的福气。他若惹你生气，你跟阿姨说，阿姨收拾他。我没有女儿，你将来跟路成结婚了。 就是我的亲女儿，真好。我那时年轻，真以为他打算把我当亲女儿带呢。所以逢年过节，我都会给他买礼物。当然，宋路成也会给我爸妈买。直到半年前，我跟宋路成谈婚论嫁时，我才知道我买的那些礼物，还特么不如扔水里冒个泡呢。云城的彩礼说高不高？ 说低也不算低，大是是十几万。我跟宋路成都是独生子女，我爸妈的意思是，宋家给多少彩礼，他们就给我多少嫁妆带回我跟宋路成的小家。但双方家长见面时，宋妈意见都没有先过问我爸妈，开口就是俩孩子也处了七年了，孩子们都满意。 彩礼我看不如就按照我一个去年国庆结婚的亲戚家孩子的彩礼来，一万一，寓意万里挑一，如何？但他可能忘了，他那个亲戚孩子去年国庆结婚的时候，我还跟宋路成一起去参加了婚礼，彩礼是二十八万八，改口费是两万，因为是他亲戚嫁女儿。 他还特别大声且自豪地跟旁人说：“从彩礼看男方家庭重视姑娘的程度。”言下之意，他亲戚女儿嫁得好，男方很重视。宋妈如今张口只有一万一，我当时心里就很不爽。但他话说得漂亮，我不好当着众人的面戳穿他。我爸妈虽然不满，也没当场发作，回道。 既然你家出一万一的彩礼，那我家也出一万一的嫁妆，都是万里挑一。两家谈完彩礼，各回各家后，我妈说：“你那婆婆小算盘一套一套的，你还是再跟她相处一段时间看看人品。若实在不行，你将来嫁过去也不好跟她相处，不如就随便找个理由。” 跟宋路成吵一架，分手算了。我爸跟着点头。当然，我们不是逼你分手，一定要棒打鸳鸯。实话，宋家若真只打算出一万一，还能给我们省下十几万呢。我们也没想过卖女儿。跟我爸妈谈完，我问宋路成：“他妈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大家心知肚明。 他家亲戚的彩礼是多少？宋路成说：“他也不知道他妈为什么会临时来这么一出，但他保证彩礼绝对不会低于十六万八，哪怕他家里不出，他把自己这些年上班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再问朋友借点，也不能让我的彩礼真只有一万一。”他还真把他的银行卡交到了我的手里，说。 改口费一万一，寓意万里挑一还行。我那时觉得也行。我是嫁给宋路成，又不是嫁给他妈。彩礼看清楚婆婆的嘴脸，婚后少来往，没有婆媳矛盾。切，我跟宋路成原本就规划好了，婚后我们自己买房，不跟任何一方父母一起住。 我回去后跟我爸妈说了宋路成的话，我爸妈还是很不乐意。我妈月月，婚姻真不是你们两个的事，是两个家庭的事。但凡其中一方家庭中的成员想做什么幺蛾子，你们婚后都得鸡飞狗跳。我爸被戳中了某个痛点，没接口。这我倒是知道，在我奶没离世前。 我妈没少跟我奶吵架，我爸说的不好听点，有点妈宝男。后来据说是我妈让他在妻女跟父母二选一的时候，奶奶让他抛妻弃女离婚，他才彻底醒悟过来的。我爸在我妈这么说了后，虽然没接口，但看得出来他也是赞同我随便找个借口跟宋路成分手的。可我没分。 我头铁，我舍不得，我脑子有泡。我想着，我跟宋路成一起走了七年，从青葱岁月到如今快人到中年，因为点彩礼就分手了，对不起我们一起走过的七年。宋路成在我俩谈婚论嫁之前，真是个二十四好男友。我大姨妈会监督我不要喝冰水，出差不论多早多晚。 都会接送我。半夜我想吃城南的烧烤，他大冬天能从被子里爬起来，毫无怨言的跟我一起去。当然也有吵架的时候，但吵过很快就会和好。算来我俩也是门当户对，大家都是工薪阶级，都没有很牛逼的父母，一起在这个四五线城市做社畜。 不存在谁高价高娶看不起谁的问题，所以为此我跟我爸谈了一次心。我问我爸：“你作为一个曾经的妈宝男，觉得宋路成能不能嫁？”我跟爸妈关系很好，偶尔开心上头还能叫我爸一声老秦的那种。我爸沉默了很久，才说：“你若实在喜欢他，也能嫁。” 我们帮你兜底就是，谁让我跟你妈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但你自己想清楚，她若真婚后拎不清，你可能会被逼着从一个可爱的少女变成泼妇。她，这不是开玩笑，你妈没嫁给我之前是出了名的温柔。实话，我当初真以为我爸跟我开玩笑来着。毕竟我妈现在也很温柔。 可如今，我看着这纸购房合同，听着宋路成这番按理维护他父母的话，脑门上的火压都压不住时，我才知道我爸不是跟我开玩笑的。此时，我在可爱的少女跟失心疯泼妇两个身份间，只差一句他妈的或者草泥马了。而宋路成在我即将做一个失心疯泼妇时，还给我来了句。 月月，我妈说，这也是她不出那么多彩礼后给你的补偿。我，我耐着性子问你，一个月还九千的贷款，我们婚后的开销怎么办？云城虽不是一线城市，但消费并不低。一个月若只有一千，别说社交了，吃饭都不敢买肉。我十分好奇，他是如何做到这般狗胆包天？ 敢只给自己每个月留一千生活费的？宋路成看着我说：“月月，我们结婚后，这房子也是你的呀。”我呸！若真是我的，需要背着我买，不需要加上我的名字。我深吸了好几口大气，再问：“所以，我们婚后，你的工资负责房贷，我的工资负责我们的日常开销？” 宋路成试探的问：“月月，你应该没意见吧？”神他妈没意见，老娘只是年轻，又不是傻。宋路成，是我太给你脸了，以至于你觉得我是傻子，还是你从来都这么自信的？婚后，你的钱负责你的婚前财产，我的钱负责我俩的生活。我强忍着骂娘的冲动说：“说的不好听点。” 将来我俩过不下去了，离婚时，你的还是你，我的都是你的。你多大的脸，还觉得我会没有意见？宋路成却道：“月月，谁家两口子结婚是奔着离婚去的？这婚都还没有结呢，你就想着离了，我他妈真听笑了。对，没人结婚是奔着离婚去的。” 可也没人结婚是奔着算计女方财产去的呀！你个老六，宋路成强词夺理，这不是我爸妈一定要给我们买的吗？老人家的一片好心，怎么在你嘴里就变成算计了呢？我看着宋路成，在这一瞬间，觉得这张看了七年的脸无比陌生。我没有跟宋路成继续吵架，而是当着他的面。 给我爸妈打了电话，电话接通后，我跟我爸说：“爸，宋路成爸妈送了我和宋路成一套房子，三室两厅，每个月贷款九千。你跟妈妈也送我和宋路成一套呗，不用比这套更好，差不多就行。只需要你们付首付，我自己还贷款。”我爸在电话那头听出了什么意思。 二话没说，道行，那就用原本给你准备的嫁妆给你付首付，你明天就去看房子。我应完好挂了电话，宋路成却急了：“秦月月，你……我打断他，你知道的，我跟你恋爱时就不愿意在金钱上占你的便宜，现在要结婚了，也不能占你家的便宜。” 你爸妈送了我们一套房，公平起见，我爸妈也必须得送一套，不然以后别人说我是贪图你的房子才跟你结婚的，好说不好听。宋路成，可你若也要还九千的贷款，我们的生活怎么办？我讶异的抬头看他，不是吧？不是吧？你觉得我们每人一个月有一千的生活费还不够用吗？ 我劝他，陆成，我们结婚后，我爸妈送我的这套房子也是你的呀，我们等于有两套房子了，多好！你应该不能有意见吧？宋路成，可是如此，我们的装修怎么办？我白了他一眼，懒得回他这么白痴的问题，干脆以要跟我爸妈商量买房的借口回了自己家。 其实我更想现在就跟宋路成说分手。我给我爸妈打这个电话的意思很明显，让他感同身受一下。我也提前买房，然后贷款险些覆盖全部工资，他是什么感受？他感同身受完，给我道歉，说把房子加上我的名字，我给他一半的首付钱，我俩都还能继续。可他感同身受完。 第一时间想的却是他占不到我的便宜了，那我俩就只能到这里了。只是有个问题，我们的婚礼时间已经敲定了，就在七天后，请帖都发出去了。我得先回去跟我爸妈商量怎么退了这婚。回到家，我爸妈说退婚的事他们会跟收到请帖的亲戚们解释清楚的，让我不用担心。 我妈见我气哭了，安慰我：“月月，婚前彻底看清楚他的人品，好过将来离婚，这是好事。”我抹了把眼泪，确实是好事。我只是心疼自己那为了狗的七年青春。当晚，我给宋路成发了分手信息。宋路成不同意分手，他说：“月月，就因为我爸妈送了我们一套房。” 你就要跟我分手，我不想跟他再掰扯，直接回。那是送了我们一套房吗？那是想把我们的婚后财产合理变成你的个人财产。你他妈别揣着明白装糊涂，老子又不是小学生。大概是我直白的说出他家的算计，宋路成恼羞成怒。秦月月，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是这种斤斤计较的人？你以前明明不是这样的。确实，我以前从来没有跟他斤斤计较过。我俩恋爱七年，从学生时代开始，他请我吃饭，我就一定会请回去。他送我礼物，我也会找个合适的机会再送同等价位的礼物给他。工作后，因为我俩上班的地方挨得近。 但离两家都挺远，为了方便上班，我们一起租的房子，房租都是 AA 的。甚至我们最初工作的时候，他没钱又不好意思跟他父母伸手的时候，我养着他的日子都有。但他脑子是不是突然装了江湖？我不占他的便宜，不等于我愿意被他占这么大的便宜。当然，更大的可能。 不是他脑子突然装了江湖，而是被他妈给洗脑了。犹记得，就半年前，我们谈完彩礼后，我找宋路成质问他妈是什么意思时，宋路成也给他妈发过信息，问过他妈妈。问他妈的信息不是当我面发的，但我看见了他妈的回复。宋妈，儿子，你是不是傻？秦家虽然是说。 我们出多少彩礼就回多少嫁妆，但是钱真正是在秦月月手里呀、啊，不过是左手到右手的事。你万一跟秦月月离婚，彩礼是秦月月的，嫁妆也是秦月月的，你一分都没有。宋妈，你看，我说只出一万一的彩礼，秦家也什么都没说同意了，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家女儿现在都二十七了，愁嫁呀。再说秦月月跟你在一起七年了，早就不是处女了。现在再换一个男朋友，谁看得上啊？宋妈，听妈的，彩礼就一万一。秦月月爱嫁不嫁？我是你妈妈，还能害你不成？我看到这些信息，是因为我有一次借用宋路成的电脑。 他电脑自动登录了他的微信，才刚好被我看见了。我当时便跟宋路成发了很大的脾气。宋路成解释说，他妈妈给他回这些信息的时候，他就回电话跟他妈大吵了一架，又义愤填膺地跟我说：“月月，都什么年代了，这种不尊重女性的思想，我怎么可能有呢？放心。” 等我气消了，宋路成跟我说起了他一个亲戚家的儿子，说是彩礼出了十八万八，结果结婚只有三个月就离婚了，彩礼也不退还，等同于骗婚。他妈可能也是受了这个影响，才不想出那么多彩礼的。我虽然对宋路成的气消了，对他妈的那肚子气完全消不下去，我呵呵。 你妈无终生亲戚的本事，我是见过的。宋路成，宋路成转移话题，我们也就没有再继续谈论这个。如今看来，宋路成那时其实应该就被他妈这番话给说动了，只是在我面前装得很像那么回事。而恋爱脑的我，只记得我们一起走过的七年。 宋路成把我当白痴，说我斤斤计较后，我直接将他的微信电话全部拉进了黑名单。次日清早，宋路成来我家找我说出来的话还是很气人。他避而不谈他提前贷款买房的问题，指责我说：“月月，我们就要举办婚礼了，这个时候你说要分手，也太任性了。” 我是有点起床气的，被他这么一说，火更大了。滚！这婚你爱找哪个昏头的去结都行，别来找我。他，喜帖都发出去了，你现在临阵退婚，我们两家的脸面都过不去。什么事？我们结完婚再商议，行不行？我朝他翻白眼，然后被你家算计一辈子吗？宋路成。 我猛地想起了什么，回房从房间里拿出宋路成以前给我的银行卡跟一盒首饰盒，交给宋路成，道：“免得你家说我是为了彩礼和三金才要跟你结婚，骗你婚的。这彩礼跟三金现在也还给你。虽然我知道那张卡里已经一分不剩了，昨晚也是为了让自己彻底死心。” 我半夜出门，在楼下的 ATM 机去查了查宋路成当初给我的这种卡里还有多少钱，零。而这彩礼钱，我们当初说好，我再用我爸妈给的二十万嫁妆以及我自己这些年的存款一起买房付首付的。房子我们都一起看过了，所以。 我没有改这卡的密码，或者把钱拿出来换张卡存，也没有要求宋路成解绑这张卡绑定的微信、支付宝之类的支付了。可现在他把卡里的钱全刷完了，买了他的婚前房，房子还离我和他上班的地方至少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倒是跟他父母的房子离得十分近。 像是我跟宋路成当初看上的房子离宋家较远，宋妈不满意，才重新撺掇宋路成选了离宋家近的房子。不过无所谓了，倒是说起三金，我又想起另一件讽刺的事。宋妈在知道宋路成把他的银行卡给了我，铁了心要给我十几万的彩礼后，虽然没有因为这钱。 来我面前撒过泼，但心里很不乐意。是以，在知道我跟宋路成要去买三金那天，专门赶过来说：“三金这玩意儿就结婚时佩戴一下，没有必要买新的。我这里有我以前结婚时用的三金，给你们用一用就行了。”我默默在旁边问：“那你的三金也应该是路成奶奶的吧？” 既然要借用，是不是得先问问陆程奶奶的意见呢、啊？宋妈嘴快，这是我结婚时陆程爸爸给我买的。我反问：“你结婚的时候买新的，我结婚的时候借用一下就行了。”这就是你以前说会把我当亲女儿带。我自从知道宋妈是什么德行后，为了将来婚后不被她隔三差五拿捏一回。 也不跟他虚与委蛇了，直接说：“做你亲女儿真可怜，还好我不是你亲女儿。”宋路成也帮着我说话：“妈，不帮忙就别添乱，行不行？”大概是宋路成帮我说话了，他妈语气不爽的在一旁说：“彩礼都出了十六万八，还要买三金，不是快二十万了？路成有那么多钱吗？” 宋妈真说对了，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了，所以我俩在专柜晃悠了一圈后，我觉得价格太高了。司机婚后，我俩马上就要买房、装修、生孩子，哪里都需要钱。于是我提议，我俩干脆淘宝上买套假的得了，反正也就结婚那天佩戴。宋路成还抱着我说：“月月。” 这样会不会太委屈你了？我贴心的大手一挥，日子是我俩过的，又不是给别人看的。现在我看着手里这套假三金，就觉得脸火辣辣的疼。瞧我这该死又讽刺的贴心！我把三金和彩礼都退还给宋陆成后，他才彻底慌了，说：“月月。” 你若实在在意我爸妈送给我们的这套房子，我们加上你的名字，现在就去加。我摇头，不用了。先不说那套房子离我们上班的地方那么远，即使加上我的名字，我们婚后使用的概率也不会很大。最主要是婚前他就能这么算计我，婚后自是不用说。日子肉眼可见的。 不是鸡飞狗跳，就是尔虞我诈。我结婚是因为想跟喜欢的人携手白头，而不是为了上演《甄嬛传》。见我态度坚决，宋禄成跟我打感情牌：“月月，我们在一起七年，你真舍得我们这段感情？”我想了想，昨天之前还是很舍不得的，所以在他妈出幺蛾子的时候。 我没有放弃他，我觉得只要他跟我是一条心的，他妈不是问题。可现在，我道，相较于我俩七年的感情，我更在意我自己未来七十年的舒心。宋路成，他大概是没想到会彻底玩脱了。第三天，带着宋妈跟宋爸也过来我家里劝说。宋妈还是那高高在上的语气，月月。 你想想，你跟陆程这么久了，要再找一个称心合适的，可没那么容易的。那神色就差在脑门上刻上“错过我儿子”，你不可能再找到这么好的男人。我那个气，我放心，我不但能找到一个比你儿子更好的男朋友，还能找到一个不算计儿媳妇财产的、不会无中生亲戚的婆婆。我。 你不是一直担心我会拿了你儿子的彩礼钱，就跟你儿子离婚，骗你儿子的婚吗？现在我们婚前就分手了，你应该高兴才是。再也不会有人骗你儿子的钱了。宋妈被我怼了，转头跟我妈说教：“亲家母，你家孩子这不是胡闹吗？你劝劝他，婚姻是大事，不能这般儿戏。说不结了就不结了。” 我妈冷冷瞥了他一眼，可不是儿戏了。当初跟你见第一面的时候，我就让月月跟你儿子分手算了。他舍不得跟你儿子几年的感情，非要等到现在看清楚你跟你儿子的嘴脸才醒悟过来。我妈，你请回吧。这婚我们原本就不同意结的。两家人不欢而散。 但宋妈大概是被我跟我妈一起对了，要找回点面子。出门时愤愤说：“我们可是上门来劝和过的，你们以后别又求着要跟我儿子结婚。他，你女儿跟我儿子都睡了这么多年了，这种破鞋将来肯定找不到更好的。我儿子现在有房有车，想找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他话音刚落。 我那温柔的母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巴掌甩在了宋妈的脸上，五根手指印，一根都没少的那种。我妈骂道：“嘴巴这么不干不净，手还伸这么长，管这么宽，你儿子还妈宝？就算万贯家财，有你这样的婆婆，也根本找不到老婆，找到了也得离。”宋妈要反击。 被我眼疾手快的拦下了，两家顿时因这一巴掌从不欢而散升级成老死不相往来。得益于我妈扇宋妈的这巴掌，原本一直纠缠我、给我打电话发信息不同意分手的宋路成同意分手了。因为宋妈指着他的鼻子骂：“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你要死要活要结婚的女人。” 这一家子都是什么教养？还打人！他们打的可是你亲妈呀！如果这样，你都还要继续跟秦月月结婚的话，你还是人吗？我白养你二十几年了。秦家最开始虚伪的同意一万一的彩礼，秦月月现在却临婚礼时要分手退婚，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拿不到你给他的十六万八的彩礼了。 才故意这么恶心人的呀！说着说着，他开始哭天抢地的嚎。宋路成在被骂后，终于亲口跟我说了分手。我看见宋路成说了分手后，宋妈神色里掩不下的得意跟满意。从她的神色里，我明白了，她今天来根本就不是来劝和的，而是来做搅屎棍，想彻底把这婚给毁了的。 难怪在我爸妈面前说话都一直这么难听，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呢，倒也说得通。宋妈从第一步算盘落空后就开始厌恶我了，尤其是我在看清楚她的嘴脸，对她说话也不客气了后，就更讨厌我了。这半年，不光是我爸妈建议我跟宋路成分手，宋妈也不止一次的撺掇过宋路成。 跟我分手，就四个月前，我跟宋路成的婚礼时间彻底定下来时，他还专门给宋路成打电话，让宋路成跟我分手。他给宋路成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宋路成身边。他声音超大：“路成，你不是说考虑跟秦月月分手的吗？怎么还定下结婚的日子了？”对。 因为他妈坚决不出彩礼钱，所以我跟宋路成后期要结婚的事宜很多就直接跳过了他妈，连婚礼的日子都是我跟宋路成一拍脑袋擅自决定，就在今年的五月二十号，五百二十举办婚礼，五百二十一领证。宋妈在电话里说：“我们不尊重他，婚礼这么重要的日子。” 都没有请他一起商议，没有让他请人算算日子。他骂宋路成：“你是有了媳妇忘了娘，你现在就胳膊肘往外拐。等你跟秦月月结婚了，是不是还要跟我断绝母子关系？”宋路成哄了他两句。隔了一个小时，他又打电话过来，说：“妈刚去让人算了日子，五月二十号这天不吉利。” 不适合结婚，这个日子结婚冲你，就算你们结了，也会很快就离。你们换一个时间，妈不会害你的。刚好那天是周末，我们不同意换日子后，他专门赶来了我面前说这事儿，态度强硬道：“你们这天结婚，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也绝对不会参加你们婚礼的。”我忍无可忍，回。 是我们结婚，又不是你结婚，你爱同意不同意，爱来不来。宋妈，宋妈可能是觉得婚前就拿捏不了我，婚后更不用想拿捏我，更加勤快的撺掇宋路成跟我分手了，一哭二闹三住院的那种。我跟宋路成也因为他妈吵过几次架，但还是没分手。 所以，宋妈见我俩是铁了心不分手，便开始给宋路成规划我们婚后水涨经济大权。她真的做到了，每天给宋路成打三个电话说这事，直到一个月前才开始消停了。等等，宋路成那套房正是一个月前买的，难怪从一个月前宋妈消停了，原来是一月前。 宋路成彻底偏向他了。此刻，我看着宋妈得意洋洋的脸色，以及宋路成怒不可遏的表情。再想想半年前，宋路成信誓旦旦跟我说：“彩礼哪怕他家里不出，他把自己这些年上班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再问朋友借点，也不能让我的彩礼真只有一万一。”以及我是嫁给他。 又不是嫁给他妈之类这些话，我才明白我妈说的：结婚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庭的事。但凡其中一方家人想出幺蛾子，我俩婚后都得鸡飞狗跳。这话一点都不假。我以前还脑子有包的反驳过我妈：“那你跟爸这些年不是一直很好？我爸后面不是清醒了吗？”我妈。 那是因为有你，没你，我早跟你爸离婚了。谁愿意等他改过自新？谁知道他会不会阳奉阴违？这不，宋禄成就阳奉阴违的选择听从他妈的话。也是，那可是养了宋禄成二十几年的亲妈，是不可断的血浓于水。便是我爸后来不做妈宝男了，偏向我跟我妈了。 在我奶来找我妈胡搅蛮缠的时候，我爸偶尔也会对我妈蹦出一句：“你就不能让让我妈吗？她毕竟那么大年纪了。”彻底想明白后，我深吸了口气，跟宋路成说：“好聚好散，带着你妈赶紧走。”跟宋路成彻底分手后，我搬离了以前跟宋路成一起租的房子。 在公司附近重新租了个单间，但我俩在一起七年多，还曾谈婚论嫁，朋友圈有很多重合。即使我不特意关心他的消息，也能时不时知道他的情况。跟我分手后，据说宋路成相了几次亲，但无一例外，基本以失败告终。倒不是我在分手后说他的坏话导致的。 虽然我确实没少跟我的朋友们吐槽他婚前就开始算计女朋友财产的事，主要是谁家姑娘的脑子都没坑。宋路成现在手里那套房，每个月要还九千的贷款，还完贷款，每个月一千的生活费，没有他家里支援，自己都养不活，还谈个屁的恋爱呀、啊！ 而一旦他接受他妈的支援，等同于他妈接管他的生活，想想都窒息。果然，他后来对相亲姑娘的要求全是按照他妈的意思来的。大概是由我在前面打了样板，他妈对儿媳妇的要求还高：女方学历不能低于本科，年龄不能高于二十八，样貌不能太差，最好是独生女。哦。 为了防止再找一个我这样气人的，还要求女方一定要孝心好，不能跟公婆吵架。我们曾经的共同朋友跟我吐槽，不说其他条件，就最后一条出来，谁家姑娘能答应这条件？我开叉车去把姑娘叉走。我笑着跟他一起打趣，我也去。尾生但三年多后。 宋路成还真相亲成功了。朋友跟我说起宋路成恋爱了，准备结婚了时，我正忙于搞装修。跟宋路成分手后，我在我爸妈的赞助下，干脆也自己买了房。我没有宋路成那么狗胆包天，所以房子不是很大，每个月三千多的贷款，再加上这三年多。 我将所有精力都投到了工作上，也升职加薪了。我原本已不再关注宋路成的任何消息了，都已经是前男友了，还有什么好关注的？大家都这么忙，可能是朋友觉得我俩那么多年，最后分手还分得那么难看，所以宋路成现在又谈婚论嫁时被分手了。 他一定要说出来，让我开心开心。哎，要说这个，我可不困了，也不忙了。我甚至抓了把瓜子在手里，边嗑瓜子边听。朋友说，宋路成跟人姑娘谈了半年，到了谈婚论嫁环节，两边家长谈时，宋妈还是当初跟我家谈时的那些话，希望彩礼只有一万一。 人家姑娘跟家人当场答应了，大概是姑娘跟她家人答应的十分爽快，所以宋妈又让姑娘给宋禄成那套房子装修了，刚好可以做两人的婚房。姑娘还是一口答应了，说等结婚了，立马就用嫁妆装修。然后没几天，姑娘以宋禄成左脚先跨进门。 跟宋路成大吵了一架，分手了。我听笑了，这不就是我妈当初让我干的事吗？哈哈哈,哈！宋家想屁吃呢！人姑娘是结婚，又不是扶贫。宋路成番外：这是我第三十四次相亲了，刚好跟我的年龄一样。这次相亲的姑娘有点胖，跟我一样的年纪，家里还有一个弟弟。 其他不说，就他家里还有个弟弟这一条，我很在意将来他会是个伏地魔。只是看在介绍人是我表姑的份上才来的。原本我想随便聊几句就走的，但在看见姑娘的眼睛时，对她有了一丝莫名的好感，因为她生了一双跟秦月月很相似的眼，甚至从侧面看，跟秦月月还有三分相似。 我跟秦月月恋爱七年多，虽然分手了，在他之后，我也重新谈了一个女朋友，可她一直是我心中最喜欢的姑娘。从校园到婚纱，再到一座双人墓，是我俩曾经的规划。只是这规划提前终结于我买了一套房。我也知道，我这样是在算计秦月月，但当时因为彩礼的事。 我妈很不喜欢秦月月，几乎每天都给我打电话说：“秦月月就是为了我手里那十几万的彩礼才跟我结婚的，太贪财了。”还当着她的面就同意一万一的彩礼，背着她的面就一定要十几万的彩礼，又当又立的。我不知道我那时是脑子进水了。 还是我妈说太多次数，让我潜移默化认同了。我竟觉得我妈说的也有几分道理。而在我跟秦月月看好了房子后，我妈更生气了。她说：“秦月月把房子选在离我们家这么远的地方，就是想结婚以后你都不要跟我们来往了。我养你二十几年，你是要结婚就跟我们断绝关系吗？” 妈现在年纪大了，身体还不好，哪天生个疾病，给你打电话，你还要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才能到家。万一我因为你在路上的一个多小时没了怎么办？他说：“儿子，我是你亲妈，我能害你不成？信妈的，彩礼就一万一，秦月月一定会嫁给你的。你用给她的彩礼。” 我再给你添点钱，先买房，也算是我们送你们的新房。他说：“秦月月是独生女，秦家最少也是二十万的嫁妆给到秦月月，你们再用这二十万装修，装修费都出来了，这样两全其美，秦月月不可能有意见的。我原本是不同意的，可我妈在我不同意后，一哭二闹三上吊。” 说我胳膊肘往外拐，说我不孝顺，说生我不如生块叉烧。他原本就有点高血压，在我坚持了一个多月后，他被我气得住院了。看着他躺在病床上，背对着我，不理我后，我终于还是妥协了，背着秦月月买了我妈看中的一套离家很近的房子。我也承认。 我妥协不仅仅是因为我妈被我气住院了，而是在我妈的洗脑下，我觉得秦月月应该能理解我。那可是我妈呀！我故意隐瞒了秦月月，就是我知道秦月月会因为我没有跟他商量过就擅自买房，还买的不是她看中的那套，会很生气。我想等结婚了再跟他说，如此，即便他很生气。 也不会影响我们结婚，但我没想到，基本不怎么做家务的他，会心血来潮，突然给家里来个大扫除，还翻箱倒柜，将以前的旧物全部拿出来洗一遍，然后翻出了我放在柜子深处的购房合同。更没想到，他会气到决绝的要跟我分手。毕竟，在我妈为难他的情况下。 他都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继续跟我走下去。我原以为我们的感情坚不可摧的。跟秦月月分手后，我消沉了一段时间，被我妈逼着相亲。在第十五次相亲的时候，相上了前女友。原本也还算谈得好好的，但到了谈婚论嫁时，谈崩了。两家谈之前，我问过我前女友。 他家对彩礼的数目，前女友说就按照云城的大事走，反正我家给多少彩礼，他家回多少嫁妆。他也知道我买了房，手里没那么多钱，甚至贴心的说了，若我家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那就把我的房子加上他的名字，写清楚出资份额，他带回来的嫁妆做装修。 我跟我妈说了，我妈答应的好好的，十八万八的彩礼，可到了谈的时候，我妈却改口，只愿意给一万一的彩礼，还要求前女友加出我房子的装修，不加名字的那种。我因为要还房贷，这次是连私下都拿不出十几万了。有秦月月的例子在先，我预感可能要分。 果然，前女友一家当面答应可以。没几天，前女友跟我吵了一架，分手了。为此，我跟我妈大吵了一架。我妈哭着骂我：“那我还不是为你好？谁知道他是不是就是图你的房子？你表哥的例子你不是知道的吗？结婚几个月离了，十几万彩礼打水漂了。” 表哥的事我确实知道，但我后来才知道，表哥名下的车是女方买的，所以才没有退还彩礼。我妈强词夺理，那车开过就不值钱了。我要再跟我妈吵，我妈开始一哭二闹三上吊。她，我以前供你读书，现在帮你供房贷，哪件事不是为了你好？我熄火了，吵不赢。 根本吵不赢，再吵下去，他血压上来又得住院了。于是我继续相亲，但跟前女友分手的时候，我就已经三十一了。在这个不算大的城市里，媒人一听这年纪，就差直白的说：“这个年纪还没结婚，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所以介绍的不是二婚的，就是有点问题的。 最夸张的一次，媒人给我介绍了一个正在打离婚官司的。眼前这个姑娘已算是很好的了，至少不是二婚，也没有正在打离婚官司。她说她这么大年纪没有结婚，主要是原本打算一辈子不结婚的，眼下被家里人逼着结婚，自己一年前生了场病，也觉得还是应该结婚。 有个人互相照应，所以才出来相亲的。姑娘名叫李云，做幼师的。简单了解过后，我俩互相加了微信。她性格很好，我俩还算聊得来。聊了半年多后，我俩决定结婚。到了谈彩礼时，我还没跟我妈打招呼，她自己说不要彩礼，房子也不用加她的名字。 但结婚前，我家要把我的房子给装修好了。我那房子，我今年开始装修了。这几年我自己升职加薪了，也有点余钱了，再加上家里帮我出了一半的钱，是以这年年末我跟李云结婚了。我妈十分欣慰，妈说的没错吧？这才是不图你钱，不图你房子。 想真正跟你过日子的人。四年，李云怀孕，我妈过来帮忙照顾李云，但我没想到，这是我走上离婚之路的开端。我不知道我妈跟李云说了什么。李云怀孕的第七个月，一直性格很好的她，跟我妈大打出手了。我在上班的时候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他说：“李云一巴掌扇在了他的脸上，他为了李云肚子里的孩子，没敢还手。”我回家就见我妈坐在沙发上哭，李云已经回娘家了。我问我妈是怎么回事，我妈说她不过是好好跟李云聊天，聊起了很多姐弟家庭的姐姐都是伏地魔，李云就突然生气了，然后打了他。 我去李家接李云回来，李云只有一个要求，他情绪激动地说：“让你妈回去，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不然我俩现在就离婚。”你妈这个老不死的那张嘴能说人话吗？我不过用我自己的钱给我弟的孩子买了套衣服，他骂我伏地魔就算了。 还说伏地魔都是有钱不知道用在自己小家，非要扶持娘家的贱人。为了她肚子里的孩子着想，我让我妈回去了。但我妈回去后，问题又出现了。李云马上就要生了，我俩现在的经济是请不起月嫂保姆的。李云的弟媳妇也才生了二胎，他妈也没时间过来帮忙照顾李云月子。 最终，出于经济考虑，我妈在回去了两个月后，还是回来照顾李云坐月子了。我们生了个女儿，我妈是有点迷信的。女儿出生后，专门找人算了算，要取什么名字才能让孙女一帆风顺。算命的说了一堆女儿出生的时辰云云后，说名字里最好带一个金字。然。 李云早就取好了女儿的名字，所以理所当然懒得搭理我妈。我妈却坚持女儿的名字一定要带个“金”字，在李云不同意的情况下，最后也让步了。女儿的小名叫元宝。到这里都还算太平。开始不太平是在李云从医院回来，我的假期也结束后。 那天是李云坐月子的最后一天，我下班回家，见到家里一地狼藉，地上五六个碗碎成碎片，女儿在房间里哭，我妈在沙发上坐着哭，李云正在骂我妈：“你个死老太婆，老不死的东西，现在就滚！”我妈见我回来了，抹了把眼泪，说：“路程，妈先回去了。” 我问他怎么回事，他不说话，就一直哭。我看他那样子，怕他出事，只能说先安慰他。李云却指着门口说：“宋路成，我哪怕不上班了，自己带孩子，也坚决不会要你妈再帮我们带孩子的。你让他现在就走。”我问缘由，李云冷笑一声：“你问问你妈，从我坐月子开始。” 他都干了些什么事？我回家坐月子第二天，他就为了将就你的口味炒辣椒菜，知道我不吃葱，还一定要每盘菜都放葱。一天到晚含沙射影的在沙发上刷西方国家女人生孩子不坐月子的视频，动不动就说我们这代人怎么这么矫情，坐个月子这也不能坐，那也不能动。 她以前坐月子还能自己做饭洗衣，这些我看在你的面子上都忍了。现在她过分到明知道你姨妈家的孙子有皮肤病，还将你姨妈家孙子以前穿的旧衣服拿回来给女儿穿，连洗都不洗。若不是我看见了制止，女儿得了皮肤病，我能打死你吗？你让她赶紧滚！ 他不滚就我滚，我看向我妈，我妈说：“我也是好心，你们现在又是房贷又是孩子的开销那么大，我想着能省点买衣服的钱就省点。”你姨妈说了，那些衣服以前都洗过、消毒了的。李云更怒了：“你他妈好心的让我女儿也得皮肤病是吧？”眼看着我妈又开始哭。 李云又要开始骂，我说了李云两句，算了，妈年纪大了糊涂。再说女儿不是也没穿吗？这件事最终是我两头哄，才不了了之的。我妈真走了，李云一个人带女儿更难，饭都吃不上。我妈在，至少还能帮忙做饭、打扫一下卫生。 李云想想也是，最终没再提让我妈回去的事。然好景不长，三个月后，李云直接回了娘家，给我发信息只有一句话：“离婚吧。”这次不论我说什么都不好使了。去接她，她拒而不见，她弟直接给了我一拳：“滚！我姐不要彩礼嫁给你，就是不想因为你家出了彩礼。” 你妈对他指手画脚，结果你家就是这么欺负他的。你不用来接了，不回。你这种人还结什么婚？直接跟你妈过一辈子不就行了？他骂了我半天，我才知道，今天我妈又跟李云吵架了。吵到最后，我妈指着李云的鼻子，让李云滚出家门。我妈说：“我那套房子。” 是他出了一半多的钱买的，装修也是他出了一半的钱，房贷都是他在帮忙还。看在李云刚生完孩子的份上，忍让了李云几个月了，结果越忍让，李云越过分之类的话。我在李家门口耗了几个小时，李云都不见我，我只能回家，毕竟女儿还在家里。 我妈今天因为跟李云吵架的缘故，高血压犯了，照顾不过来女儿。我回家说了我妈两句，我妈就又开始哭，我只能作罢。我以为李云最多就是跟我妈生几天气，最终会回来的。我妈抱着我女儿也说：“她还真能跟你离婚不成？孩子都有了，你就是太给他脸了。” 才让他如今蹬鼻子上脸，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我那几天刚好工作很忙，时常要加班，也就没放在心上。然等我过几天没那么忙了，再去李家接他的时候，却被告知他已经离开了云城，去了其他城市上班了，还是只给我留了一句话：什么时候同意离婚，什么时候再找他。 我慌了，可我也彻底联系不上他了。雪上加霜的是，一年后我妈病倒了。她本就高血压，加上这一年一个人带孙女，时常睡不好，脑血栓导致瘫痪了。这一年里，我也没少跟我妈吵架。她成天跟我抱怨女儿这也难带，那也难带。我被她抱怨的烦了，就直接说。 不是你让李云走的吗？李云现在如你的愿走了，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我，你抱怨我不帮忙带孩子，可我带孩子不上班不加班，每个月九千的贷款谁还？这房子也是你一定要让我一个人买的呀！我脾气上来了，干脆跟他翻旧账。当初我和秦月月的婚也是你搅和毁的。 你若是没搅和，你带不动孙女了，还有丈母娘可以帮忙带。现在自己带孙女的日子，不都是你自己想要的吗？直到我妈进医院的前一天，我都还在跟她因为女儿的事吵架。将我妈送进医院后，我爸照顾着，女儿却彻底没人照看了。医院是一大笔费用，加上房贷。 我不可能离职照顾女儿的。李云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这些消息，回到了云城。我以为他回来是因为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回来照顾女儿的。事实是我想多了。他回来见了我说：“离婚，女儿归我，你每个月给抚养费。”我问：“能不能等我妈好了后再离？”他白了我一眼。 你妈现在瘫痪了，你想找我照顾她？你想屁吃呢？离不离？不离你就自己带女儿，我接着出去上班了。婚最终还是离了，我别无选择，没有我妈帮忙，我根本照顾不了女儿，所以女儿归李云，我每个月给两千的生活费。离完婚，民政局门口，李云瞥了我一眼。 说：“你妈那时成天在我面前巴巴，她以前一个人带孩子多容易，月子上都能洗衣服做饭，怎么现在才带了一年的孙女人就病倒了？活他妈的该！她，你以前为了下班回来后能不带孩子，还有人做饭给你吃，不是让我多让让你妈吗？我把你和女儿都让给你妈了，你妈也没把。” 你跟女儿照顾得很好啊，还有你，你但凡伸手帮你妈扶个油瓶，你妈都不至于因为又要带孙女，又要帮你洗衣做饭而病倒。他，你这种看似事事都偏向你妈，其实只是因为你妈说的、做的全是对你有利的，才和稀泥、故意恶心老婆的伪妈宝男，就不应该结婚。谁嫁给你，谁倒霉。 李云走后，我望着手里的离婚证，疏忽想起很久以前，我跟秦月月分手时，他妈骂我妈的话：“嘴巴这么不干不净，手还伸这么长，管这么宽。你儿子还妈宝，就算万贯家财，有你这样的婆婆，也根本找不到老婆，找到了也得离。”如今一语成谶，可惜悔之晚矣。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愿你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和欢笑，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让过去的成为美好回忆，未来的充满无限可能。祝你幸福安康，万事如意。同时欢迎您留言、订阅、分享，我们下期再见。